最后一支舞 Last Dance 音乐请下，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把你的手借我，慢慢的，有多慢就多慢，感受一下你的呼吸。记得你平常用身体一倍，你要用两倍的时间来放松你的身体，这不是我说的哦，这是物理老师说的哦。观众朋友，你们看得出来老师是科班的吗？再看一次，我是带着感情的，我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，我知道你们也是。我的私人飞机又飞过来了，不是叫你晚一点再回来接我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调整好我们的呼吸就好了。老师把爱送给你们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双手放在后面的椅子哈，抓住胸口推出去，我们伸展一下胸，肩膀放松。好，双手解开，十指交扣，往前推，肚子收，拱背，放松一下我们的背部，还有你的脊椎。好，手慢慢打开，给你我的爱。啊，接下来我们手掌上，好，我们反掌哦，要让侧腰伸展一下，记得脊椎一定要打直哦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换边。有没有感觉你侧腰的肌肉在伸展？他有没有在跟你说话？有哈。好，回到中间，手慢慢打开，记得鼻吸嘴吐哦。好，抱住脚，我们转动一下我们的脚踝，你可以往外或往内转哈，因为我们的脚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关节，稳定关节。好，放松，换边，轻轻的绕哈，不用绕得太大。记得还是要把你的脊椎打直，保持着放松的换气，很好。我们从头再一次哦，手借给我。大家，你们除了看得出来我是科班的，你看得出来我是什么科的吗？什么科？我们不会这样说哈，我们会说舞蹈科，舞蹈系哦，嘿。太棒了，很好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哈。来，双手打开，好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双手抓在椅背后面哈，扶好，胸口推出去，肩膀放松，感觉一下你的胸口的伸展。好，手解开，十指交扣，好，往前推，肚子收，继续的拱背，延展你的背部的肌群。好，手慢慢松开，爱再一次。下面小七，运动小七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侧面拉伸一下。记得运动时候也要保持水分的补充。换边，麻烦那个家具哈，有要业配的可以找我哈，我会把你椅子坐得非常的稳哦。然后手解开，我们慢慢的伸展一下腿后侧，一样一只手抓在椅子后面，好，把你的脚伸直。好，这时候如果你觉得有点卡卡的，屁股往前坐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换边，一样手抓住哦哈。这边我们是伸展一下我们的腿后侧肌群，记得一样背要打直，保持着轻松的换气。好，我们让我们的脚收回来，站起来哈，慢慢的一样扶着椅背。好，右手抓右脚的脚掌，我们伸展一下大腿前侧的肌肉，记得什么笑？一人笑，来换边，小心哦，扶好你的椅子哦哈，这样我们就把今天所有运动到的肌群都伸展了。记得什么笑？一人笑，太棒了，他们都知道。来，坐回来，把你的双手给大家，一人笑继续哦，你们要保持一人笑哦。